且你们去结果实，去结长存的果实。阿利路亚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我们今天与普世教会庆祝圣玛利亚总徒。圣玛利亚，她为什么是一个总徒？耶稣选十二总徒的时候，玛利亚的名字没有在里面。但是是犹大斯，犹大斯出卖了耶稣，我们就知道犹大斯的命运是怎样的。那为了要替代这一位总督们，就选出了一位认识耶稣基督的，所以玛利亚就被选出，他也得到与其他的总督同样的使命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怎招选圣玛利亚加入总督的阵营？但愿赖他的转求，使我们也能加入被选择的行列，永远沐浴在你的圣爱中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恭读宗徒大事录。那时候，伯铎在弟兄们中间站起来说，当时约有120人在一起。弟兄们，圣神借达味的口预言领导逮捕耶稣的犹达斯的事必须应验。他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个，分担了这职务的一份。原来慎永吉曾经记载说，愿他的住处变成荒地，没有人在那里居住，又说让别人取代他的职位，所以必须从这些人中，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期，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，从若翰施洗起，直到耶稣从我们中间被接升天的那天为止，从这些人中应当有一个同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见证人。他们便提出了名叫巴尔撒巴的，就是号称尤斯托的若瑟和马迪两个人。他们祈祷说，主啊，你认识众人的心，求你指示这两个人当中你拣选了哪一个，使他取得这职务，就是宗徒的职位，因为犹达斯放弃了这职位，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他们叫两人抽签，马迪中了签，就被列入十一位宗徒之中。上主的圣言。感
利路亚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。上主的仆人，请同声赞颂，赞颂上主的名，愿上主的名受赞美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阿利路亚。从日出到日落，愿上主的名受赞美。上主超越列国万邦，他的光荣凌驾穹苍。阿利路亚。谁能与我们上主我们的天主相比？他从高处俯视诸天和大地。阿利路亚。把软弱的人从尘埃中里救起，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，使他与公卿同席，与民间的近身并坐。阿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。主说：“我拣选了你们，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，去结长存的果实。”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利路亚，阿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耶稣对门徒们说：“父怎样爱我，我也怎样爱你们。你们要生活在我的爱中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便是生活在我的爱中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生活在他的爱中一样。我对你们讲了这些事，是要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，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。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应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人若为朋友舍命，没有比这爱更大的了。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听来的一切都显示给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，去结长存的果实。这样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应该彼此相爱。上主的圣言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天我们庆祝的是圣玛利亚。圣玛利亚是被选为代替犹大斯，代替犹大斯。那我们想想，耶稣他拣选的是十二个宗徒，一个人不在了，一个人就跑走了。比如说一个人就是离开了这个团体。那我们想说，算了吧，一个人不在了算了，我们还有十一个人，那这十一个人是一个小团体，我们也可以分工合作，也应该可以的。为什么还要补这个位置呢？因为这个数字不是
不是随便的偶尔出现的数字，这个数字十二个应该是在救恩工程里面的是重要的一个数字，是人的得救跟这数字是有关的。那这让我们就想起在马尔谷福音耶稣增饼的奇迹有两次，第一次增饼的时候就是在犹太地区增饼了以后呢，他们就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，有多少篮子呢？有十二个篮子，十二筐。那这十二个就是在犹太地区，这个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十二跟犹太的十二个那个支派是有关系的。耶稣的第二次增饼的时候刚好是在外邦人地区，增饼之后他们把这个剩下的饼面饼收集起来，有多少筐呢？十二筐，对不起，七个篮子。那为什么是七个篮子？刚才在犹太地区是十二筐，在外邦地区十二篮，对不起，是七个篮子。那这个七是一个圆满的一个数字，就说救恩也开放给外邦人，外邦人也可以得到救恩，来到耶稣跟前。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，就是一个圆满的生活。所以这个数字是很重要。那在今天我们所庆祝的玛利亚，就是为了要弥补这个数字，十二个数字。那这十二个就是犹太人的支派，到最后在若望末世录他所看到的，在天上也有十二个长老朝拜天主。所以十二个总督跟将来十二个长老朝拜天主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连接起来。好，在今天他们是怎么样找出玛利亚呢？有一个条件，那这个条件呢是从若翰使者开始工作的时候到耶稣升天，这些人跟他们跟宗徒们在一起，很多，不只是玛利亚，不只是约瑟托的若瑟，还有更多人。他们也可以说哦，我自愿，这样的就算吗？就可以吗？不，我们今天的福音我们所听到的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我们得到的使命就是天主给我们的，天主特别选择我们，天主派遣我们，天主把他的使命交托给我们，而不是我们自己要的。所以总督们他们就把这些见证人，从耶稣开始公开生活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升天的时候，召集这些人以后呢，最后他们就选择两个人，他们祈祷之后抽签，玛利亚就得到了天主 的特别的选择，来 成为门徒。所以成为门徒不当然说我们也是 有愿意接受，但是重点不是在我们自己，重点是在天主，天主拣选了我们。另外一个，为什么是要见证人，从耶稣开始他的公开生活到他升天呢？为条件呢？因为这个位置不只是说你有这个位置就够了，不是，你要有一个使命，你要去做见证。那这个见证不只是说你用嘴巴说话而已，用你的生命。总督们到最后他们是流血的，玛利亚到最后也是一样的，他致命为了耶稣基督而牺牲他的性命。我们每一个人也被拣选，
我们被拣选要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也有一个使命，不只是跟随耶稣基督，而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我们祈求天上的圣人玛利亚为我们祈祷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意向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愿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是的。